你先自己鞋子先穿好不好？我载你回家。怎样？载你回家休息啊。对啊，我们载你回家休息啊。不是啦，你在这路边这边会被车压到。不是，我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家，再回去让你休息好不好？那我扶你起来可不可以？可能你在这边，人家你在路边，人家就会报案啊。我一样，等一下还是会过来找你啊。哦，我知道你家，我帮你送回去你家休息啊。